么样，洪先生？啊！哎，你哎，卑鄙！你不是个军人，更不是个男人。洪先生，你不要激动。不管你说我什么，我都是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。既然我们已经成为合作伙伴，就要信守承诺。如果我们合作愉快的话，这份合作议定书和我们的合影将永远不会登出去。送洪先生去合并。嗨，请。回家再说吧。洪先生，你有一对美丽而聪明的儿女，他们证明了你的选择是明智的。我们真的可以走了吗？派车送洪先生回家。我们家为什么要派人把守？老爷，哎呀，你们都回来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没有啊。你们两个回来了，我还能有什么心事？陈勇说，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儿，我们都应该在您身边的。爸，龟田找您干什么呀？关于银行业务的事。他们还懂金融啊？不懂，是好奇。后援，你们回来有事？洪志，你去学校收拾一下东西，我和爸聊聊。好吧，爸，我去学校了。快去快回啊！哎，爸您坐。爸，其实我这次回来是带有任务的。什么任务？夺金任务。根据八路军的情报，在岛城有400多万两黄金在日本人手里，他们正在实施一个海豹计划，他们打算把这400万两黄金，还有藏在崂山的10万两黄金，秘密地运回日本。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财富，我们不可以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。爸，你是不是得到什么消息了？没有啊。作为一个金融家，你觉得日本人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这笔黄金运走呢？这次支队长让我回来，就是让我问问你，帮我们把这笔黄金夺回来。这些都是金融界的核心秘密，只有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，才能接触得到。我相信您可以接触得到的。我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。爸，在女儿心中，您是一个英雄，是抗日的功臣。爸爸知道该怎么做。红云，爸爸还是那句话，带弟弟走，他还太小，爸爸不想让弟弟出现意外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这样，让他去陈勇那儿当学徒。不。让他出国，去完成他的学业。日本人能答应他离开吗？我正在想办法。这暗室的墙好像是可以转动的啊。这墙上肯定有机关，
找到这个机关啊，这面墙才能转动。我看了，这墙没有机关，是不是在墙那边？哎，快看看！哎，喂，陷阱！不好！老乡，老乡，你们别动，我去找人。好，好，好。星光，你说这个易仙居够阴的啊！上次发现了毒气弹，这次呢又发现陷阱。你说一个易仙居，他费那么多心计干什么呀？就是啊，这个易仙居也有年头了，也没听说里边有什么机关暗道的。嗯，看来咱们的选择没错，就是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现些什么呀。从种种迹象来看，他绝非一般的。我怀疑他是日军的一个秘密联络点。处长，我也这么想。这易仙居和太平寺近在咫尺，那两者之间肯定存在某种联系。嗯，咱们重修易仙居，太平寺肯定会做出反应。从易仙居的险象环生来看，太平寺可能更加凶险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太平寺和易仙居都可能是日军的秘密联络点？我以前只是怀疑，现在可以肯定了。陈勇，还得你去一趟易仙居，田里那儿我不放心。好，我这就动身。好。这易仙居，咱得多动点脑筋呐。从敌人设的陷阱来看，他们是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。嗯。这肯定是小鬼子的一个暗示，里面藏着什么，咱不得而知。你们得多加小心。啊，我多加小心的。哦，对了，还得赶紧去看看那几个伤员。咱去了，走。安高将军，我是桂田。据零一号报告，八路从今天开始重修易仙居。如果打通了与太平寺地宫相连的暗道，怎么办？执行第三套方案。是。执行第三套行动方案。是。我的兵们，丁老板，胡总管，胡总管，怎么这么休闲呢？酒馆里收拾好了啊？正在收拾，比较清闲。过来给金枝抓点药。老板娘怎么了？嗨，这不是牙疼上火闹的吗？嗨，好端端个酒馆被砸成了这样，他那是上火了。这枪炮声一直没断，也挺让人上火的，不是？嗨，您着什么急呀？不管谁打赢了，这酒馆还不得您开，不是？这倒是，瞧病啊都找你们济仁堂啊，吃饭都找咱们十里香啊。这哟，来找带路的了。什么带路的？你看那边过来一帮兵，我估计啊他们是来找向导的。国军老乡，去羊口的路怎么走啊？我们去打鬼子，能给我们带个路吗？走吧，我带你们去。哎，胡总管，胡总管，我带他们去吧。那也好，把他们送到地方，赶紧回来。哎，好，行，那你们跟我走吧。胡总管，你们济仁堂还挺喜欢逞英雄的。要不我把他们叫回来，您去。逞英雄的事儿啊，我从来都不干。科长，刚才刁老板来过。他来干什么？说是给他老婆抓药。我看他是想看你在不在金人堂。这个刁龙啊，老盯着咱们，给郭亮通风报信。我看他最关心的还是那十万两黄金。
因为我们也在找，所以他老盯着我们。这个逸仙居重修的风声是越来越大呀，而且里面非常凶险，我真是替田丽他们担心的。账算的怎么样了？哎呀呀，你别过去，别跟我说，我总是乱了，刚刚算好。哎，我刚才去了一趟济仁堂，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什么了？陈勇不在济仁堂。他经常出诊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知道什么呀？我怀疑啊，他是到逸仙居去了。到逸仙居干嘛呀？重修逸仙居肯定是八路的主意。他们怀疑黄金藏在了哪里。逸仙居是空的，怎么会藏黄金呢？我去过太平寺好几次，发现经常有和尚在逸仙居附近转悠。我怀疑，八路也怀疑，逸仙居和太平寺之间可能有联系。打着重修逸仙居的幌子，窥探太平寺，为的是找黄金，对吧？真是妙极了。怎么样，我们上山给他们送顿饭，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。亏你想得出来，去吧。好。师傅，什么事儿这么急？刚长工来了。先行转移，抓紧交易。姓郭的这几天派人来了没有？你想说，郭亮这几天就派人来。报告大佐，我们没能拿下羊口，属下无能，请大佐治罪。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了士气。叫你的士兵振作起来，哪怕是走向死亡，也有地可取人的好士气。嘿，全体起来！立正！起立！宋将军，嗨，你在我的身边一定要振作起来。虽然我们从军事上从进攻转入了防御，但是我们在另一条战线上已经由防御转入进攻了。拿出去。杀掉！来，来，走，来，等等，给我个机会，我们能谈谈吗？我留下的是性命，你得到的会更多。什么人？他是托尼，朗园酒吧的老板。现在怀疑他是间谍，带回去。陈勇，这个暗室很奇怪啊，这么大一个暗室，竟然什么都没有。不过，这个墙面好像是空的。这是个夹层墙，里面肯定有东西。不会是黄金吧？要是黄金就好了，俺呀就可以向支队长交差了。不管是什么，都得多加小心啊。那得吃一堑长一智。俺知道。支队长已经命令一排担任这儿的保卫工作了，估计晚上能到。支队长想的还挺周全的。支队长让我告诉你，能咱的命比黄金重要。转告支队长，刀在人在。向军区报告，我们已经返回驻地，正在对太平寺附近的逸仙居进行搜查。
还有别的指示吗？哦，对了，从今天午时开始，一马调过来使用。哟，孟干事可真会掐时间啊，就差一分钟了。干保卫工作的就应该有警惕性。华生，你也一样，快去忙吧。哎，建国，咱们到新人堂找陈勇聊聊吧，顺便呢把这胃病也修理一下，胃疼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啊。自从我进来以后，我就没有闻到这么香的咖啡了。我放你回去，你还可以闻到咖啡的香味，但是你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，应该没问题，因为我是在外出购物时被你们秘密逮捕的。你给我提供100磅哥伦比亚咖啡豆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哥伦比亚咖啡豆？因为岛城没有，要去上海进货，而上海是个花花世界，那里除了咖啡豆，肯定还有别的，比如姑娘，多花费一些时间是很正常的。我们会为你备齐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的合作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这个你放心，只有我才有权派人找。我记住了。大佐，这是刚学会的八路电文，一马变了，翻译不了。再等等，他不会让我们失望。来，老人啊，来找一下你们陈仓主啊。好，谢谢老人。陈仓主，好。两位首长，今天咱们有空到这儿来啊？哎呀，要是没犯病啊，我们就不来打扰你了啊，陈仓主。陈堂主，引荐一下，这二位是？这是我原来的两位首长，这位是徐支队，这位是刘政委。哟，久仰久仰啊！这是十里香酒店的老板刁龙，这位是老板娘金枝。参见两位长官。不用客气，你们看病吧。不敢不敢，二位长官你们先来。对不起，本店素有先来后到的规矩。老胡来了来了，现在两位首长到后院休息。二位首长，请。好，陈堂主，你先忙。哟，陈堂主，敢用电规跟二位长官说话，看来你还真是脱离了八路啊。刁老板，嗯，说这话是不相信我呀？我现在是纪仁堂的堂主，其他的跟我没关系。请，哎呀，我们继续看病。那个陈郎中真的脱离了八路，一门心思开药铺了吗？人家走这步算是走对了，谁像你呀，老是吊着个锅亮不放。干嘛？不是你吼什么？小点声。吼什么吼？我吼还吼不回你呢。你看看那些原来的长官，哪一个不是先来后到？学学人家陈堂主吧你。这有什么？哎，等郭司令来了，我照样我擀媒婆。你摆明，郭司令到张酒馆来了。啊啊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快走走走走。队长，一会儿让老胡照着方子把药抓了，先吃上几副看看。好。哎，对了，红玉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有什么消息吗？他刚从我这儿离开。哎，他不是一直在岛城吗？他和他弟弟从岛城跑到我这儿来了。我看是他父亲想在他们离开之后，以最坚决、最彻底的方式跟小鬼子对抗。什么方式？了断自己啊！这怎么能行呢？
他可是我们目前唯一能依靠的内线呢。是，以此抗争固然可嘉，可是会给我们以后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的。所以我让他赶紧回去了，光他回去还不行，你这个女婿啊，你该出面了。请老人家一定以民族利益为重，以大局为重，哪怕受点委屈，哪怕被人误解，一定要配合我们，把岛上的黄金夺回来。副队长，那崂山那10万两黄金怎么办？现在木兰商行、太平寺疑点越来越多。再说了，田丽只带了2个班去一线局，我也不太放心呢。那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同志大队再抽一个排，立刻赶往一线局。飞勇，你马上返回岛城，把这儿先交给胡总管。等你在那边捋顺了以后，我们在崂山动手也不迟。另外，岛城有个酒吧叫朗园酒吧，是各国间谍聚会的地方。老板就托你是个美国人，去侦查一下。是，支队长。伯化，伯化。哎，你看这画里的人，像不像红云？对不起，小姐，这是我们老板木兰。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是有点像啊！一眼看上去就知道像。得了得了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红云早死了。哎呀，他没死。你说什么？他一直活在我心里。我看啊，你的病还是没好。你才有病呢！没事带我来这儿买什么？你别管。哎，姑娘，给我拿条项链。项链？啊，对，普通的就行啊。哦，你等一下。老弟真没想到是您回来了，大哥，我又要跟您这个司令沾光了。来，来，司令，来，小龙，前两天你说黄金在日本人的手里，这里哪来的日本人？那些关外的响马却是日本人冒充的，他们手里拿着大盒的金砖，说明他们肯定有一个地方去拿。至于是在这里拿的，还是在哪儿拿的，哎，我就弄不清楚了。这里可不是日本人的管辖区。日本人把黄金藏在崂山，他们是疯了。也许是我判断有误。当初在这附近卡车被劫，黄金被抢，就是日本人设下的圈套，是为了吸引国军、八路和土匪的注意力。让各方为了争夺黄金互相厮杀，日本人坐山观虎斗，好坐收渔利啊！哼，要不说日本鬼子，日本鬼子，他们已经被赶回岛城了。他们得不到渔利，这个渔利只有我们跟八路来争。首先，我看值不值得抢？当然值得。你别看这地方不大，它可是个交通要塞。崂山这个地方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攥走我们的手里，知道吗？嗯，确定要抢，那就要考虑怎么抢。先礼后兵，再设个鸿门宴。请于明日速将木兰和美叶送回，车已安排。鬼天君呐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木兰是该离开这个凶险的地方了。这儿真美，要是能一直在这里享受生命，真的很幸福。要是把我换成江川君，那就更美了吧。等我的伤好些了，我就去看他。有我在他身边，他的伤也会好得快一点。想江川君了吧？想他就闭上眼睛睡一会儿，梦里你会和他相见的。闭上眼真的能看到他吗？睡吧，我去给你倒点水。
法师。哎，看我这笨手笨脚的，打扰你休息了啊。哦不，我也是朦朦胧胧的，没睡踏实。老板，水来了。哦。你们和我要分开喽。你要走？不，是你们要走。龟田要你们马上回岛城。木兰老板的腿伤还没有好，再过一段时间不行吗？不行。明天一早下山，贵人和绝人送你们走。他是一个病号，下山能做什么？美叶，不要说了。来了命令，我们应该无条件的执行。是老板。徐师队长，刘政委，这个为了庆贺羊口阻击战的大获全胜，我们司令呢，在这个十里香酒馆啊设下便宴，届时务必请两位长官光临。好啊，啊，哎呀，哎，你们司令员谁呀？他是这样，您去了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，弄得还挺神秘。哎呀，那要不这样吧，那还是我一个人去吧。那万一你们呢设的鸿门宴，那我被你算计了，那你说我这回来我怎么交代啊？啊，徐支队，你这多心了啊！我们呢，这司令只是想把二位长官请过去，这个罢就言欢，多心了，徐支队，多心了，连个名字都不告诉我们，我们心里可没有底呀。对呀，你说你这，是这样，我们司令呢特地嘱咐我说，不能说，那我就没法说，不敢说。徐支队长，这个我就先告辞了。届时一定上来光临啊！好，再见，不错。连个名号都不敢报，居心叵测，鸿门宴无疑。不管他是什么宴，我也得去一趟，我去会会他。还是我去吧，支队离不开你啊。哎呀，少了你也不行啊！别争了，我去吧。那这样吧。我派人接应你。不要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只需要带一个警卫员，我保证我怎么去怎么回来。你拿什么保证？我跟你说呀，他这个司令员呢肯定是怕死，他一生怕死，连名都不敢报。过来过来，我只需要带一个警卫员啊，懂了吧？今天晚上9点半我们要炸毁一线局，你再带几个人，多带着炸药，一定要把一线区给我夷为平地，把里边的八路一起给我炸掉。是，报告了师傅，八路已经发现了一线区的密室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提前一小时行动，8点半准时起爆，你们快去准备。是。是，走。分钟爆炸，没事。伙计，我看差不多了，能进去人就行了。大队长，嗯，你看这个洞凿的行不行？行，进去看看再说。行，我先进去看看。哎，老肖，你别进去了，让我们人进去吧，万一有什么危险呢？准备开枪，把他们引出来！快，小李，进去看看，有什么没有？黑漆漆的，看不清楚。哎，
们躲那干什么？哎，来人呐！有情况，走出去看看。欢迎徐支队长。哎，刘政委怎么没来呀？郭大队长当司令了，架子不小嘛，还保密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鸿门宴呢？啊，哪来的鸿门宴？你要感觉不舒服，我就让你们下去。别，这阵势都拉开了，也得浇浇火吧。这仗还没打呢，哪有撤兵的道理呀？好，我就佩服你这样的人。古有关云长单刀赴会，今有徐支队长只身会友。哎呀，我可不是只身呐，我这个警卫员呐，非要跟我来，我也没办法，就只好把他带着了。你的警卫员跟在我后边干什么？郭司令，我这个警卫员呐比较轴，他认为把你跟紧了，那我就安全了。哎，郭司令，我们开席吧，边吃边聊。哎呀，这么丰盛宴席，我好久没吃过了。啊，对，上酒。是。诸位。今天是庆祝胜利的日子，也是大喜的日子，也是团聚的日子。我们赶走了日本人，收复了崂山。今天，我们的友军徐支队长来祝贺胜利来了。为了胜利，徐队长干了这杯。干杯，郭司令。人吗？没呀，我们是来送货的，你们的货到了。您稍看，打屎里，地上还有血迹。哎，郭司令，这酒不能喝。这酒怎么不能喝？因为，我们不想和贵军兵戎相见。此话怎讲？崂山地区，我们无意退出。你们以为崂山完全掌握在国军手里？那好，那我们就打一仗，看看谁把谁赶出去。别动！再动，我跟你们同归于尽。郭司令，我那里也备了便宴，请吧。有话好说，你们出去。请，郭司令。
罗司令，让你的人把枪都放下，咱们呢要多换个地方练。我这人啊，不喜欢想排场。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。司令，把枪放下。司令，这是怎么了？徐支队长，请我去赴宴。放下。司令，我陪你去。郭司令，你一个人去，我负责把你送回来。送不回来，那是我的责任。你这么多人去，这万一枪走火了，就说不清是谁的责任了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我哥俩有事要谈，你跟着去干什么？我去去就回，这地方就交给你了。郭司令，请吧。让开。司令，还有这个，立即发报。批人，除了马大奎以外，还能有谁呢？国军、八路，他们肯定知道木兰商行是个诱饵。难道还有一帮人在暗处活动？给木兰商行回电，继续营业。通知零一号，派人保护木兰商行。禀苏，查明实情。徐支队长，请过目。鄙人是国军第五战区第一总队游击司令，自愿率领所属部队撤出崂山一带，交予八路军胶东支队驻防，未经八路方同意。我方武装人员不得进入八路辖区，否则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我方负责。国军第五战区一总队司令郭亮。在后面再加上一句，我方有义务无条件配合八路军消灭日本侵略者。好，我马上加上。报告，进来。支队长，军区首长来电。咱们可是老朋友了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崂山一带继续由你们驻防，我们另有任务。你不是开玩笑吧？君无戏言，我说的是真的。那我可以走了。九爷到。队长，送客，马都给你备好了。